醒了，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。你是谁家的小仙童？怎么这般无礼？自打我一生下来，我娘亲就不在了。你好好解释解释。你睡了两觉，第一觉足足有60000年，第二觉比较短，只有100年。你怎么舍得把她气在清池宫不闻不问啊？你愿意养着就养着吧，不愿意养着，随便打发到哪里去学艺。打发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千古绝尘》。